看看下面有人吗？没有。嗨，对面的朋友。哎，跟那个镜头前面的观众打个招呼吧。但是这块有点逆光。他真的哎，拍那会儿拍林俊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我坐他这边，然后他们给他任务说你没事拍拍小姐姐，他对着前面，然后我们一到什么歌，全体都啊的时候，就很想看林俊杰的时候点歌啊怎么着，我一会儿拍你啊，拍着拍着，因为林俊杰会从这儿走，他就这样，然后我就轻轻的拍了拍他的脑袋，我说，哎，我这边就挡住我了。哎，你撞到我了，而且那个座位啊，人挨着人的那种，然后他拍我，他找角度就很别扭，然后他们给他的任务是把人框下去。你说Forget how it feels to have fallen for you. You will always be special to me. So won't you sing?我现在要是有四只手就好了，四只手因为我还想拿那样太苦。听到没有？你让一下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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